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另类的卡达人战局的方法。我知道大家卡达人战局是用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方法，所以说我这期标题就说另类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方法呢，基本上很少人知道，或者说你意外的就能卡得出来。我已经确认过了，我已经到地图上了，其他地方都确认过了，也只这个战局真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哦，这个整个地图我都跑了一遍，都传送了一遍，已经确认，只有我一个人。OK，那么我是怎么做到呢？首先呢。我可以到这里试酿酒，我也可以开始酿造。我开始酿造了之后就卡了这个界面，就在这个界面不动，就这么挂机几个小时就好了。或者说你直接打开，按时间左键打开末路，就在这个界面一直挂机，挂个几个小时，然后直到所有人都退出这个战局，所以说你就变成一个人。我已经把很多每日任务都给清掉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在这里挂机，我就去玩别的游戏了，或者说去看什么电影。然后呢，我是从晚上7点啊，一直挂机挂到11点，就是说你没事的时候，你想玩别的游戏或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就可以让它挂机，挂的美，就可以让其他玩家一个一个走掉啊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荒野大镖客线上攻略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